你上次说好给我那个，你有带吗？哦，啊，对吼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啊 ，God， 哦，我又忘了，我又忘记了，真的真的，我又忘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现在帮你回去拿好不好？还是我去买一个新的给你？谁把乐高放在这啦？上次借你的钱，你可以先还我吗？什么钱？我没有跟你借吧？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借你的。那个我应该还你了吧？你如果觉得我没有还你，你就跟我讲，没关系，就算我亏，好不好？你说没有，我就还你。真的没有？你确认一下，因为如果我欠人家，我一定会记得啊。那就去你的人生跑马灯想一想吧。啊！哎、欸，有没有钱借一下？有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还我？哦、你下次跟我讲，我就直接还你啦，不用怕啊！你不要到时候说什么没跟我借，或者你去还了，在那边装死哦。哎呦，拜托，我是那种人吗？谢啦谢啦，哈、哦。好像真的有哎、欸。下一组换我们喽 ，USB 准备一下。什么 USB 啊？这是我们要报告的 USB 啊！我昨天不是给你叫你今天要带吗？报告？什么报告？啊、哦，你忘记了对不对？我没有忘记啊，我没有忘啊。你已经忘记你忘记这件事了。你讲的什么话、啊？而且。你是谁啊？啊？不是我哥，哥哥说的。那你也去你的人生跑马灯想一下吧。哦，原来是个地瓜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